在身旁，一起度过快乐时光。啦啦嘿，金宝在响，啦啦嘿，炫酷变装，啦啦嘿，飞船闪亮，我们是宇宙护卫。越过高山，越过海洋，美好故事与你一起分享。迎着阳光，会长善良，梦想将起航。闪亮，我们是宇宙护卫，宇宙护卫队之钢甲霸王龙，海星和失忆号角，发现宝宝星了，呼呼！蹦蹦，你一定要带好路哦！哈哈，我会的，你就放开了油吧。虎克，你慢一点，这个速度我有点受不了。哦，好。虎克，我让你慢一点。你怎么停下来了？不好意思了，这里有一个岔路口，我们该怎么走？这个我当然记得，就在。这是哪里啊？蹦蹦，你不记得怎么走了吗？这是哪儿啊？这是在哪儿啊？青天，你这个失忆号角挺好用的。那当然，失忆号角可以发出失忆气泡，让气泡接触到的人暂时失忆，忘记自己要干什么。嘿嘿，这里被晴天霹雳占领了，全都给我走开！快跑！往哪儿跑？都给我走开！真好玩！我这是在哪儿啊？我刚才怎么了？是霹雳！呼叫宇宙护卫队！496，497，498。闪电，你怎么不弹了？我忘了接下来该怎么弹了。接下来的旋律应该是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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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错。我刚才数到几了？算了，重来吧。你刚才数到498了，还差两下就完成今早的训练任务了。499。500，完成。我的苹果怎么少了一个？你昨天把一个熟透的苹果随手放进了背包里。好像是啊，我都忘了。哇，彩虹，你怎么什么都记得呀？其实我有秘诀。有任务。是海星蹦蹦。宇宙护卫队，快来！宇宙护卫队，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儿？蹦蹦，是你报的警啊？你那边发生什么事了？没有，我很好，我能有什么事儿啊？是霹雳！霹雳拿着一个号角正在吹泡泡。宇宙护卫队，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儿呀？我们马上就到。显示任务坐标，目的地，海底遗迹。宇宙护卫队，出发！风暴力量，闪电飞梭，彩虹能量，百变流星，you
是宇宙护卫队，救救救救我们！等一下，为什么要救救我们？对呀。你们一定是看到霹雳了。没看到。没看到。那你们看到海星蹦蹦了吗？没看到。这。他们的大脑被一种特殊声波影响，导致了短时的记忆障碍，所以才会忘记刚刚发生的事情。闪电，你把他们带到安全位置。流星、彩虹，和我分头寻找霹雳和蹦蹦。收到。我听到你报警的声音了，快出来！霹雳，快跑！为什么我这么累啊？在这里休息一下吧。霹雳，快跑！为什么我这么累啊？在这里休息一下吧。你有完没完？每次都在同一个地方休息。哪有？这是我第一次在这里休息。竟敢狡辩！看我把你弄走！看来那个号角吹出的气泡，就是让大家短暂失忆的原因了。蹦蹦，我来牵制住霹雳，你赶快跑到安全的地方。好的。彩虹，我该干什么呀？我来牵制住霹雳，你赶快跑到安全的地方。哦，好的。真好玩。彩虹能……彩虹，我该干什么呀？他忘了自己要干什么了。算了，我带你转移到安全位置。想跑没那么容易。像迷宫一样，这也太容易迷路了。小一点，我随时可能会被失忆气泡击中。在终端上，我们每移动到一个地方，就帮我做好记号。一旦我失忆了，就唤醒终端提醒我。彩虹，我怎么在你手里啊？这是哪儿？你为什么带我来这里啊？这个就说来话长了。简单说，现在霹雳在追我们，我们必须尽快走出迷宫。站住！我为什么在迷宫里啊？我知道现在要做什么了，这边走。彩虹，你的记忆真是太好了，失忆了还能走出迷宫。再好的记性也不如这个。其实我们大脑的记忆是非常有限的，而且容易产生偏差。而我习惯将记忆以其他方式保存下来。这就是我好记性的秘诀。我在哪儿？我要出去。这是谁设计的？怎么每个房间都一样啊？不要他！不要！霹雳到底干了什么呀？都是你们害的！霹雳生气了，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！小一点，保护蹦蹦。
支援你。哎呦！啊、小心那些气泡！小一点，干得好！蹦蹦是海星，海星身上的管足吸盘有数十个，甚至数百个，能牢牢吸住任何东西。不过吸住气泡后，小一点要倒着飞，气泡就像没装的东西，所以不会破。怎么回事？是啊，晴天，怎么回事啊？加强版失忆号角能短暂消除一个人的所有记忆，让他的记忆暂时回到婴儿时期。给我下来！这不是玩具。为什么他们的记忆回到婴儿状态，感觉更难对付了？晴天，快想想办法呀！来，给你们的。谢谢叔叔。接下来轮到你们了。蹦蹦，帮我吸住他的气泡，我想到对付霹雳的办法了。收到，看我的吧。彩虹能量！小一点，接下来轮到你了。有了这个笔记本，以后我再也不会丢三落四了。哦，那就让我考考你吧。上周冰箱里放的是什么蛋糕？这个不用查笔记我都知道，是蓝莓蛋糕，可好吃了。哈，彩虹，找到偷吃蛋糕的人了。闪电，把蛋糕还我！哎呀，有些事还是忘了的好啊。想在天空前进，不后退，一路向前冲。闪电风暴彩虹，宇宙护卫队呼叫宇宙护卫队，危机时刻为你出现。宇宙护卫队呼叫宇宙护卫队，勇敢出发，全速